1500多万人都在关注的星座系长相，不知不觉已经来到了第六期。在姐妹们的热情催告下，本套决定不能再拖了。那么呢，就欢迎今天的主人公双子座闪亮登场。双子座的代表明星张柏芝、宋祖儿、欧阳娜娜，由水星守护的双子座，属于把家安置在了互联网的12级冲浪少女，喜欢一切新鲜事物，在时尚方面呢，也有着天生敏锐的洞察力。所以呢，你会发现你的双子座姐妹似乎永远走在了时尚的最前沿。薛雅峰买皮革裤。买克莱因蓝，买不求最多就求最花。这样机灵古怪的双子座在长相上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卧蚕饱满，饱满的卧蚕让双子座笑起来格外的甜美，不笑的时候呢，那也是能够眉目传情，很有魅力，仿佛有着什么神奇的 buff 加成，反正这样就是很容易能吸引到帅哥和美女，所以双子座的桃花运也莫名的好用。第二个特点呢，就是嘴型相对来说会小巧一些，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樱桃小嘴。这种唇型呢，不仅可以增加面部的精致度，还很有减龄效果，所以双子座也经常被认为是年龄最小的那一个。第三，颧骨高而不外扩。先给姐妹们区分一下颧弓跟颧骨，颧弓呢是面部的最宽点，而颧骨呢是面部的最高点。像双子座这种颧骨高而不外扩的类型，不仅可以支撑起面部的立体感，也可以很好的挂住皮肉，抗老性那可是杠杠的。像张柏芝今年都41了，那个轮廓线条保持的可不是一般的好，真正是老天爷赏饭吃的类型了。下期你们想看哪个星座呢？我一定不再脱稿了。